有一个失业的人看到一个真人启示，动物园真人才，条件不拘。站过来一点。好极了，你太适合了，完全具备我要的条件。真的吗？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本园的星星不幸病死了，你的气质正好可以取代它。取代星星？这很简单，你只要穿上它的毛皮，每天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就可以了。好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越办越有心得，随着观众喝彩，他表演高难度的动作，结果他掉进狮子的笼子里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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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兄，求求你不要再叫了，你再叫下去咱们两个都要失业了。